是雪耶！啊！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传说中细细白白的雪花，就像是蛋糕上的糖霜一样，吃下一口，在心里面许下愿望，就可以得到甜甜的幸福哦。希望这边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快快乐乐的长大，希望他们人生的蛋糕上都可以吃到幸福的糖霜。学了什么？要你管！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你这下雪是怎么弄的啊？出来吧。Marco，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这个男朋友可真是会给人找麻烦啊！谢谢你，小天。这没什么了。毕竟你也是这个幼儿园长大的，堂妹就像你的弟弟妹妹一样，所以也等于是我的弟弟妹妹。我也希望他们开心。哪有人？而且我都把圣诞节带来了，总该有点奖励吧？是幸福的糖霜。你带来的不是圣诞节，是幸福的糖霜。世界如此有